大家星期三晚上好，欢迎来到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 My Talk 美里时事无所不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还是一样有请到我们的 Pauline Chai Grace Beauty Therapy Center 的老板娘哦，但是今天有一点特别，今天我们来到她的这一个 studio 这一边，我们一起来探讨看这一边到底什么东西这么 special 啊，这么好。OK， 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当然我还是要谢谢我们的这一个合作伙伴，我的赞助商 Signic Solutions Sandra Berhad 和提鸿炫音乐工作室，还有顺成立美里有限公司啊，美里分行赞助我们的这一个赞助费，还有30包 Amadami， 让我们有能力去帮助啊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好，谢谢大家。同时间也要再呼吁一次，在镜头前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看到今天晚上我们的视频，好，请帮忙分享去你的个人面子书、各大吹水站，让更多人来听见我们美里人的声音，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然后更多人一起来分享我们美里的故事。好，谢谢你。同时间在我们的这一个链接里面也有我们的银行户口，请大家高抬贵手，如果有能力的话赞助我们的这个制作费，让我们有能力出更多外景，给你们找来更多 special 的故事。好，谢谢大家。观众朋友们，现在镜头里面呢，你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主持人 Alan Xia 和我们的老板娘，超过20年专业经验的美容导师 Pauline Chai。啊 ，Pauline， 像上个星期这样，我们先和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Hello。OK， 今天的节目就像刚才开始之前讲的，有点特别。Pauline， 上个星期我们在 studio 里面录音，然后今天呢，我就决定过来另外一个 studio， 就不是 My Talk 的 studio， 是 Pauline 自己的 studio。啊，观众朋友们，刚才你们看到的画面和现在的画面都是我们在 Pauline 老师的这个 studio 这边录音的。啊，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那个问题啊，延续上个星期，可能你们看了直播过后，有什么东西你们想要问，也欢迎你们在 comment 那一边啊去 tag 出来。留言我们有看到，我们会尽量回答你们的这个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啊 Pauline 我们走来 studio 这边来找 Pauline 老师呢，主要就是也是因为主持人我啦，因为我怎么讲，我很刷姑刷姑就是很怎么讲，很没有见识啊，我都没有去，我老实讲我没有去过美容院，我从小到大啊，这个是我第二次去美容院，我这一生人，因为上一次是也是来你这边喽。哦，是。对，这是第二次，所以我本身很好奇，就是因为我的好奇，我决定今天啊，趁再过来想一下。对啊 ，Pauline 老Pauline 老板娘在这边，Pauline 老师在这边，哦，我就趁着这个节目的福利啊，过来 Pauline 老师这一边，顺便也带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同时间我自己也学习一下。见识一下啊，到底这个美容这一行业的有什么special， 有什么奥秘啊，既然讲到这样子，有什么奥秘，我在这边也和我们观众朋友们，我觉得我们 My Talk 今天怎么做了45集，其实啊，我访问了就是说大概有40多个人啊，我们今天玩一点不同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有任何的想法。啊，你们想要我主持人要 challenge 我，想要我来做。今天我来到 Pauline 老师这边，老师有超过20年经验，啊，老师会纹绣，会做脸部护理，老师还会叫什么做那个叫什么借睫毛啊？睫毛老师啊，对，借睫毛，然后也会做美甲，啊，会修甲，当然也有做化妆。可是瘦身上个星期老师就说没有做了啦。哦，不然你看我这个身材其实也不需要了啦。也不需要瘦身了。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想要主持人来 challenge 的，你们留言。然后在这里节目今天刚刚开始，我下一个战术啊，就是如果最多留言、最多人按赞的那个留言了啊。我们就会考虑，我考虑啊，我不要答应先，我考虑去旅行啊，在接下来的一集，可能我会请，如果 Pauline 老师愿意的话啊，Pauline 老师会免费给你，我们来在镜头前面再做一次，再演示一次。你们觉得要我主持人，最好是叫我tattoo了，做简单的了吗？啊，反正朋友们，你们留言，你们想要看到主持人做什么牺牲，做什么东西
然后你们在留言那边最多按赞的留言，好，过后我们在节目完成之前，可是他们讲姐姐忙完了，我就孤立了，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啊！我们没有简介的，麦套做了40多集，是从来没有简介 steady 的，讲完就算啊！不借了，可以拿出来的。哦 ，OK OK， 有柏林老师这样讲，我就安心点。不然我讲真的，我就立刻看见我不要再直播了。OK， 这我们回来了，上这个现场上次。上个星期柏林老师的我们的访问我们的聊天当中啊，柏林老师有讲到一样东西令我我是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真的印象，我刚才来之前，在我们还没有 camera on 之前 roll 之前，我还印象很深，我还和我的战友和 Jerry 说了，就是老师从来没有接待自己找上门的男顾客，完完全全没有接待男顾客，这个令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觉得其实，也是生意啊，老师。而且老师你也说了，你上一次的访问哈、啊，你说你做了20多年也没有人来送花，又没有人约你，这样这么证明我们媒体的男生那也很好啊，怎么不接？其实其实呢是讲起以前刚刚开业的时候，就跟我先生协议嘛，我先生就比较反对的那种，所以我就比较小心在这一方面哦，尊重他吧，就是说啊，尽量就不要接触一些不熟悉的顾客上门啊，尤其是男的啊，女的就没有关系啦。就是、哦，所以老板本身很担心。哎，是他有这个关系的，以前呢、啊，刚刚开业的时候嘛，他有说到他不认识的男孩子，他不能够接受的啊，不能够接受，所以我就避免。小吵了是吧？就习惯了，然后到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就没有接过男的顾客。哦，所以在这一个 studio， 今天我们来看到，其实这边地方真的是很舒服、很舒适。方亮老师，就是像老师说搬来这边多少年了？6年。6年哦 ，OK， 观众朋友们，其实如果你们不知道这个地址在哪里啊，接下来我会在 comment 那边post 上来这一个Grace Beauty Therapy Center 的那个面子书，里面可以找到老师的电话号码哦，还有这个地方的 location 啊。那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如果你们要做任何的那个 therapy 哈，你们可以和老师来联络，然后自己每个环门一个特定的时间啊。老师，据我所知，这边对不起，讲完先，这个地点是在富丽华什么 Casa Day 了哈。啊，什么 Casa Day？ 啊，对，什么 Casa Day？ 你们联络老师，老师会跟你们 make 一个 suitable 的时间，适合的时间啊，适合你们的配套。然后据我所知，我说现在的在这个 COVID 的时间，老师所有的 appointment 都可以比较人性化的处理是吗？就是说只要老师有时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配合，是这样子吗？其实现在没有接顾客不能够啊，就先不说我们美容院不能够作业嘛，所以我们你看我们这个时轮都没有什么操作，所以变成好像他也感觉好像旧了这样，因为不能够开业啊，这个病情有也是现在有 promotion 嘛，上个礼拜有了，上一个星期三有说 promotion 嘛，我们 promotion 我们下单、下单了过后就是。after 这个 MCO 过了过后，我们就开始做顾客了。在接下来就是 OK， 我主持人特地这样子问，其实就是要等老板娘说做这个 promotion， 因为我觉得这个 promotion， 我老婆上个礼拜也问我，她想要给我拿钱，可是我又没有钱，就是观众们也能包台对手了，你们 basket 给我们赚一些什么费啊？那个水雾美配套，观众朋友们啊，水雾美配套原本是980，现在在。在这一个 promotion 人数有限，只限50位，先到先得。然后50位的顾客会得到190。现在的价钱是多少？是什么？promotion 这个水雾美188啊，不是198 ，sorry， 188。水雾美是这样的，我们980哈，我们是有包补的，有包补的，在这个平常时间的做工，这个开业的时间呐、有包补。可是这个188是。没有包补的，就是做一次而已。所以是只弄一次，没有再 touch up 啦，188。前面我们的通常都是有 free touch up 的，可是也是很划算，因为现在的疫情啊，很多人也比较手头也比较紧，
景也是也是要看着来花哈、哦。嗯。所以一般般，我就直接把那个价钱降低了，大家都方便了。然后不要包补的啊，所以你做了过后，你颜色还在，你可以不用补嘛，是吧？嗯、如果你觉得需要补两三个月后，你又比较火起来的时候，你又再补，这样子很方便的，给每个人来讲啊，因为我们经验说，我们做了一次，不可能是一个礼拜就不见了嘛，他、至少顶个几个月的。对，而且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要对老板娘，我本身当然是对管理有信心啦啊，就是说其实补不补。那主要是看手工，对吗？看自己的，看火炼的技术，不一定说做了水我们一定要很多大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吧。我是安慰人家的，其实我们给多了大家补一两次、有些人他们做了一次，他们觉得不需要补，都不用来补。可是有些人就是不补就白不补，他们一定要补。努力了哦，我们才这样了哦，来，我们最多也是花时间。可是也没有关系，现在有这样便宜的配套啊，我相信啊，以这个180，的这个水雾梅的 special offer，OK，如果有顾客，接下来还要再 follow up， 一定 Pauline 老师也会有更特别的优惠，对吗？这个水雾梅啊，观众朋友们再提醒一次啊，今天的这个直播有一点特殊，我们除了出到来外景之余，观众朋友，如果你们想啊。想怎么讲？想直接一点讲，想做我一单的话，你们就在 comment 那边留言。你们想看我接下来，Pauline 老师怎么样玩我？你们留言最多按赞的那一个，其实也不用在面子书公布，观众朋友们你们自己就会看到哪一个最多赞，然后我们接下来我就挑战那一个老师的 service。好，现在讲一下我们的真正的有什么 service？小纹身啊，戒眼戒毛啊。老师，慢，Pauline老师，小纹身，刚才老师说怎么讲叫小纹身？像我这个就是大纹身。哎、是属于大的了。小纹身就是好像有一个、小 love 啊，或者是啊一个小箭头啊，一个就是反正就是小小的。一个字母也可以，一个字也可以啊，就是一排love 这样的一些小歌都可以啊。那任何图案都可以的吗，老师？啊、什么图案都可以，只要你喜欢啊。自己设计还是我们Grace Beauty Therapy 这边有 design， 有专业的人帮他们设计。啊，专业的人设计，看你要什么图，他们也是可以给你设计的。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图案也可以啊。可以，你只要拿来你的图案，我们可以跟你。弄好了印章机的、在做、有小纹身 OK 然后呢还有啊刚才讲到那里小纹身对然后指甲现在没有做了指甲观众朋友们不用再太 comment 了、不用请到主持人做指甲、指甲没有做了那我的指甲碎了因为去年 MCO 到今年为止啊那个做指甲的一只手不能够做不能、然后我们的这个指甲也不能够放那么久啊，它会变质，所以我们就收掉先，暂时不做、OK， 所以只有小纹身、洗脸啊，就是这个眉毛纹绣这些啊，然后接睫毛。接睫毛就是睫毛接长、就是。对对，这个是我们四大的主要里面有了。那个，接睫毛，刚才讲到接睫毛，我其实不应该讲，因为观众朋友们，我有点担心，等下你们如果在 comment 那边太很多人要我前任接睫毛，我们会，没有，可是有讲了就算，有男孩子接睫毛的，是哈，有男孩子接睫毛，男孩子接的睫毛不像我们女孩子接的睫毛浓浓的，不同的哈，不同的，因为有些人他们就是男孩子根本就没有，只是很薄很薄的哈，我们可以给他加厚一点。看起来眼睛更有神了，它不会像娘娘这样的哦。我们的睫毛它是很多款的，你要好像给男人的是什么样款式，我们可以选的比较薄，不怎么翘的不怎么翘的睫毛，那男孩子接到这样翘翘的，不是很？对了，我就是，没有没有，其实我有点担心的，我一讲了叫观众朋友们留言的，但是我真的有点担心。男孩子的睫毛它是比较比较平的比较平的，只是说。加厚不了，感觉是你自己的眼睫毛这样的。那说到我说这个睫毛，为什么我会这样问火莲？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哈、其实像顾客来上来，顾客一般上都会先问你，火莲你有做什么？你有美容 ？OK， 叫美容我就洗脸吧，对吗？洗脸一定有包括清洁护理呀、
清理黑头粉刺那些、啊、那些我也懂啦，虽然我没有做过、嗯、OK。 然后就像那些睫毛护理啊，纹绣，嗯，这样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比方说那个人像我这样子来，我就说我要那个睫毛是翘翘啊，我要一些 OK， 简单来说就是我要一些不适合我的脸型，我不应该做了不会好看的，这样后面怎么处理这样的 case？ 嗯，他高兴就好哦。嗯，我这很简单处理的，他有 order 我做给你，因为那是你自己的 order 吗？适、嗯、不适合你，你自己高兴就好啊。哦，我们看是啊，哎，这个我觉得我不理解。可是如果啦，柏林娜这么说啦、嗯，就是说如果那个效果你知道出来不好看，我没有讲，因为他习惯。哦，我没有跟直接怼他说，因为你这样做这种不好的，嗯、因为你这样讲了，人家喜欢呢、啊，你这样讲一下他这么多年用的东西，他这么喜欢，你这样讲他不是？所以就是 Pauline 老师的意思，就是其实美不美是自己的那个自己的衡量，自己对自己的那个看法，并不在乎是别人怎么样去看那个美不美。他是这样，我是认为啦，有些人他们上来的时候他没有化浓妆嘛，嗯，他单单要那个浓妆的睫毛，可能他晚上是化浓妆，他要把盖的嘞那个嘞，哦，啊，他有他的风格，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说以我们的看法去猜测人家的、嗯，他觉得他要这样子的，我们就给他，因为他可能他的另外的化妆是要配合他这个眼睫毛的嘞，他习惯这样子嘞啊，哦、所以我通常我很简单处理，哦 ，OK， 你要这样子的，我就跟你接这样子的咯，嗯，好不好看是你自己觉得你需要的吗？是不是？那我们也知道你对平时生活的方式什么？对，那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自己的自信，自己对自己的信心，哎、你自己对自己的 judge 就是。你自己觉得最好是，其实是不大，别人觉得好不好，啊、不大管你事，只要他自己觉得很好就好了。对，那个是我们注重你的选择嘛，嗯、就很简单，很比较好对付，不是对付了哦，比较好应对，面对嗯、啊、因为如果他要这样的，我们又跟他转到另外一个这样子的话，他等下他心里面就不是很舒服嘛、哦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知道他自己的需求嘛，嗯，就比较好应付的这种。你只要知道你自己的需求，我们做怎样的给你，然后你觉得 OK， 就完事了吗？我们也不用这样多给薄嘛。除非是说那个顾客他完全没有接过，他争取了，他要你配、嗯、给他配的话，他的眉毛啊、睫毛什么都好，嗯、他不明白他要接怎么样的，你跟他配。啊、那他就要听你的喽，他要听我的喽、哦，我跟你配了这样子、嗯、啊，就比较flexible 了，又好选择嘛。老师就是说，意思如果顾客已经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嗯、这样他一定有他的原因。嗯，对。啊，我们就跟着他的那一个。如果他什么都不懂，像我这样没有上过美容院空看的，我走来问，我走来问柏林老师，哎，我的眉毛要怎么弄啊？我的睫毛要怎么弄啊？那老师就才会根据老师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嗯、专业知识去教他们，去 advise 他们，去做给他们这样的意思。哦，这样会比较好嘛，是？嗯，对对 ，OK。这样再说回来，我们这一次的这一个访问柏林老师的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就有讲到了啊，没有丑女人啊，只有懒女人。嗯、啊 ，OK。其实我还没有认真的问到上个星期，一直没有机会顾着谈天，没有问到老师。对，我今天就想问老师，其实老师觉得女人呐 啊，是不是一定要化妆？一定要美容，一定要化妆嘛？可是这么问很不公平，老师，还是我分开，我不说美容，因为美容是保养，美容化妆不同。我们先说美容，女人是不是一定要美容？不一定啊，其实来了我们美是要分很多个层次跟部分的。老师的看法。我觉得啦。不是每一个女人，我们十个女人来讲啦，讲八千的讲十个来讲哦，可能只有一半的女人觉得她需要花这个钱去美她自己，那也是根据个性、性格，还有自己的工作啊、背景啊这些需求而定啦。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觉得她自己需要化妆的。
那老师觉得像老师自己认为啦，啊，其实化妆最大化妆和美容，我们刚才说美容不说化妆先，我说美容保养啊，美容保养最大对女生最大的那一个有改变和影响是在哪里？嗯，当然是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讲化妆哦，有些化妆甚至很像整容，叫我看他们的技术出来，很厉害的哦。现在比如我每次看到 Facebook 啊，那个改头换脸，去整个人，从女人变成天使这样哦，那个脸哦，我就佩服他们了。我们叫没事了，黄林老师，我们不用吊他的巨人。老师自己觉得这样子的话，这种化妆技术会太恐怖。你自己怎么看？可是也有人觉得好，也有人觉得不好，因为有时候觉得被骗了。你自己呢？你觉得？我问你哦。我比较喜欢人家淡妆。嗯。哦，淡妆跟我相对来，我不要说，哎，这个是你吗？这样子的感觉，我又好像心里那可是那个感觉，可是每天给人家问这个是你吗，这样很爽哦。像我主持人我就知道了哦，是啊，因为我刚刚剃光头嘛。然后每个人看到，是你，我忘记带头发出来，那感觉又很爽一下。没有，我对不起。然后看了其实啦，偶尔我们做一个转变，这个头发偶尔有头发跟没有头发，那种是啊，不过那个你的化妆还是你，我们一看，哎，认真看是你。那个你认真看他怎样对比，他不是哦。所以我明白了，Pony 老师20年的经验，刚才就告诉了我们。其实保养很重要，美容一定要，对，可是化妆那个就因人而异，并不是每个人都一定需要，对吗？或者是我这样问，Pauline 会觉得化妆是对一种礼貌吗？因为我听过别人说化妆啊，女人出门一定要化妆，至少他们每天这样讲，像我老婆，她每天跟我讲，她出去一定要化这个叫什么我不懂，对，然后一定要擦口红，她说那个是最对别人的最基本的尊重，对。但是老师觉得是这样子吗？我觉得是，我们不管在家里啊，或者是在出去啊，见朋友啊，像我们的端庄给人舒服嘛，给人一个舒服的感觉嘛，你不觉得他的穿个拖鞋啊，随便化妆，然后是那种家，其实在家里也不应该这么邋遢啦，是不能邋遢啦，是随便哈，不要养成那种。清新整齐整齐呀，是不用讲很浓的妆了。不过如果你看你去什么场合了哦，你如果去到比较老板的那些聚会呀，就是你不可能不化的配合他场合的那个哦，是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这些啦。毕竟我们是外面生活的人啊，我们在社会上生活的人，必须要注意这一点啦。我明白，花莲老师今天这样讲啊，就让我真正的那个明白到，其实我一路来我个人我是很不了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浪费很多时间。Sorry 啊，观众朋友们，这个是主持人自己的看法，我真的不明白女生为什么要浪费一些钱啊时间在脸上，就是因为我觉得不需要，因为我个人我觉得女生其实素颜就已经很美了。可是我现在这样想回来，老师今天听刚才 Pauline 老师这样说，我就觉得也不对。我发现到，因为什么？就像我穿鞋，穿包鞋，穿皮鞋，或者是我出门之前我梳头一下，那个是对自己的一个尊重。对啊 ，respect 自己，把自己弄整齐，弄好好，才可以去见人。你有正能量吗？你会觉得，哎，你今天没有整理，你没有冲凉哦，你经常出去，你会觉得人家在看你什么缺点吗？什么的，自己变成自己的气场都没有去嘛，这样子嘛。不过，这个就是男人跟女人的分别嘛，是吧？男人跟女人怎么会一样呢？不过现在大多数男人也是很会化妆哦。对，说到这一个，今天我们就有一个比较特别啊，上个星期有一个在其实在马来西亚半岛啊，写作文化圈啊，有一个蛮出名的那个漫画家啦，他画很多漫画的，蛮出名，就有引起一些争论，因为他就说一些像中国啊，中国电视圈不是有很多
叫做娘炮文化，就是男生有一点比方说兰花指啊娘娘腔这样子，所以就有一个漫画家他就评论，他说如果我看到这样的人我会一巴一巴打他。这样 OK， 我们今天聊天而已啦，彭丽老师，我们不是什么大咖，也不是什么文人，是不是什么厉害的人啊，主持人也只是一个废咖 OK， 我们就讲究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自己畅所欲言啊。彭丽老师觉得呢，是不是像我们每天讲男孩子就有男孩子的样，所以男孩子就不可以有娘炮的样，是老师认为对的吗？这样子你自己可以接受这样的讲法吗？其实关于见个好凉凉，是不是？是。其实太 over 了，属于那个好凉凉，那个是太 over 了。我对我来讲啊，我就不能够比较不能够说接受这样太好凉凉了，那个太女孩子了，那个是女孩子的动作，什么都是，除非你不是男孩子啦，你可能是倾向女孩子那些我可以接受的，我可以接受，你直接跟我讲你是倾向那边我就可以接受，可是如果你是男孩子你好凉凉，是不是？我不懂他们在那边那个对那个我们也不管他那个电视前是怎么样了，我就说这 OK， 或者是这样子来问 Pauline， 如果今天呢 我主持人我就是一个很正常 OK， 我很粗鲁，动作很大的，这样子来问你 OK， 然后我今天过来跟你讲，哎，柯林老师，其实我的暗恋对象是那个那个谁谁谁那个阿伯耶，这样你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接受那个。这样如果换过来呢？我如果很像那一个好娘娘这样子啊，但是可是我喜欢女生哦。其实你可以喜欢男生或者是女生，我可以接受，都不要紧哦，所以没有关系。我可以，只是那个动作行为。对，你的那个动作为什么要这样子啊？我不能理解哦。你的性倾向不正常或者是正常，那个是你个人的。不知道那我是。是那个问题，我真的是不好评论的、啊、那个。没有，那个我们不是评论、就是，那个只是我们自己的看法。是我看来讲、我可以接受一些同性恋啊，结婚的，我可以接受的。男的，是那个男的，是不是？这个我要再想一下来了。OK， 观众讲我那个是太可怜了，我真的会觉得很可怜。这么说，等一下啊，我要为我的节目打广告先，柏林啊，观众朋友们你们在现场现在这个 video 看到的就是，我可以100%告诉你们 ，My Talk 啊，是完全没有经过简介。过后也没有经过任何的那个 editing， 没有加工，我们也没有事先编排好我们要讲什么。你看刚才柏林就讲，我问到柏林想不到什么东西要讲，我们就秉持着我们 My Talk 的这个精神，原汁原味，我们给你听见最原始的声音啊，来自柏林的声音，来自美里的声音啊，观众朋友们还是要打广告，就是打了广告过后还是要要求，如果有能力的话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更多人来一起营造这一个我不敢说是很好，可是至少是健康然后有价值的这一个文化，让更多人来看到我们正在做出的努力哦。当然同时有能力的话支持我们一下了啊，可以通过在这个链接找到我们的银行户口支持我们的这个制作费，谢谢大家。OK， 这样说回来，其实我的看法刚才柏林讲了，柏林老师的看法，我也说我自己的看法一下。我自己对，其实我本身呢、我是绝对我觉得其实只要男生喜欢女生，女生喜欢男生，男生怎么样喜欢来喜欢去都没有问题的，真的没有问题。可是不要做出那些感情上的伤害啦，就是那种一脚踏两船啊，那些那些是绝对不可以的，不管你的对象是什么性什么性别。你是男性女性啊，女性男性啊，什么性别都好，可是不应该有那种不应该存在的感情纠纷，就是第三者啊，婚外情啊，偷偷摸摸那种就不要啊。可是我们说回来，像刚才主持人自己讲的那种娘那好娘娘的文化，那种娘炮文化，我又觉得没什么必要啊。老实讲，如果你问我，我不是很我不是说我没有到很讨厌，可是讲真的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其实像男生，你喜欢男生你不一定要扮女生，
除非你真的有病，你想要变性，有这样的人，你想要变性，你想要变成女生 ，OK， 那是一种，那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你去朝向女生，像平时没有必要，我觉得真的我很不了解，就是为什么要为了，怎么说，可能就是要引人注意，会吗？可能引人注意还是？就我也不了解，讲真就是我自己也不懂，到底是说不上来。可是我就觉得看上去很像，有一点怪怪啦，不要太乌龟了哦，对，有点怪怪。可是无论如何，怎么怪怪都好，我相信Colin老师和我主持人也一样的，就是我们还是尊重大家，尊重每个人啊，尊重任何人，尊重任何的行为，任何的想法。我们虽然是说嘴巴说我们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可是既然你身体就是这样子，你高兴就好了。你又没有伤害到别人，又没有伤害到别人啊？没有是吗？我的手只是这样子拦来拦去，我又没有拦你。我讲话比较娘了，我也没有伤害到别人，他是个人的啦。是吗？这也没有问题啊。啊，他的生活的他生来这样子了，没有办法吗？是啊，他可能他自己也很辛苦啦，他也不想这样啦，可能啦，就是说高兴就好了。我们不能接受，是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事情啦，因为我们看习惯是正常那些的，我们突然间走出来这样子的，我们当然一个时间不能够适应嘛，这样讲。这么说啊，也并不是说对不起啊，王老师，我纠正一下，老师刚才说也并不是我们看，不是说我们看惯正常或不正常，在这边没有正常或不正常，大家都很正常，只是我们习惯普遍上是我们看大部分是这样子，当我们看到一小部分，我们会觉得那个很奇怪，那个只是一个心理的落差，其实没什么。我们大家，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茶乐园美里，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地方，大家互相尊重。好 ，OK， 太认真了，我们不要再讲这个，我们接下来来 ，Let's go， 我们去看一下，既然我们难得来到Colin老师的这一个studio， 我们就去参观一下，看一下Colin老师的工作室，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玄虚，有什么奥妙。没有什么。Hello，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来我们今天的 Grace Beauty Therapy 的访问啊，超过20年经验，Colin蔡老师的第二集、第三节的访问。我们现在啊，先镜头可以看到，就是Colin老师的工作室。平时对，来在这里。平时工作的地方啊，有顾客来，可以你在镜头前面呢、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的啊，有一张干净小舒适的床啊，所以在这个工作室里面，老师如果顾客来，一般上当然都要消毒啊，全身消毒先，然后那是在进门之前，对，在进门啊，我们今天麦talk啊，主持人就没有介绍你们，因为我觉得。抗疫这个 COVID 一年多了，每个人都懂怎么消毒了，不用再浪费时间抓住了消毒给个照片，我们看，我们就来啊，我们就来 check 一下啊 ，check 一下 Colin 老师的工作室。我在这边我看到了，老师说，我一进来啊，观众朋友们，好像没有什么好介绍嘞，也没有，我觉得很新奇耶。首先，当然不要说这张床啊，这张床。当然，就是床哦。这个讲真，我也没有主持人也没有这样空摊啊，没有这样刷锅。来，我很觉得很新奇的，就是来观众朋友们，你们看，这个小小的东西，对，我自己是觉得很真的很新奇耶。来，老师，我走，让你来给我们介绍这个。我一看到你懂观众朋友们，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很像上两个星期，因为我孩子跌断手，他去动手术放那个铁片，我一看到我就觉得哎。啊，美容院也要这样子呗。然后你们看观众朋友啊，还有这个我通常就是怎么样那个整叮叮，或者是我看以前主持人小时候看那个马哥周润发的戏的时候啊就是割下来拿子弹然后拿进去了。这个洗容易洗啊。当然不是这样啦。好 ,OK, 来镜头我们交给Colin老师。Colin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工作习惯呢，我们做美容纹绣的这些哈，有这样子会跑的，我们方便，因为我做的时候啊，我们的姿势不一样了，有时候我们需要这样子拿东西，有时候需要这样子拿东西，对，这个跑来跑去方便我们用了。然后我们也是很多小小的东西嘛，这些色料啊，这个glue啊，这些啊，然后都是小小，因为我们做这种东西都是很多小小的东西，所以我都摆在这边，方便我自己拿。像镜头在这一边啊，这个架子我们看到了，是不是？看到这个，来让老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很像是刀片啊，对，这是纹绣的刀片啊。
哦，这个就是照片。哎，观众朋友们，今天有很多种的，可以看得到吗？是。好、哦，这本、个、就是、很多的这种照照片啊。啊，纹绣的照片。哦，我还以为各种各样的哦哦。那我们用很多。可以啊，我修在镜头前面给我们的，可以观众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是针，纹绣的针。对。哦，看得到吗？啊、哦，纹绣各种类型不同的针哦，像那个这个是用手动手工的，手工啊、嗯哦，所以那些机器啊这些我们看那个针多么硬啊，这个所以不是用机器的，是用手工的，这是手工，哇，这个真的很考功夫哎、欸啊，这是手工棒，我们都有很多五花棒纹针啊，这些全部都是手工棒啊。哇、啊啊，我还以为是用机器啊，再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一个 Grace Beauty Therapy 的 Studio， 然后柏林老师的这个工作室，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你们啊，刚才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有讲到的，就是如果你观众朋友们你们想要。要做我一单，你们想要我来做什么？接下来你们在 comment 那边留言，最多 like 的那一个，我们接下来就来主持人自己上阵，自己就来挑战。OK，、嗯、好、嗯，我们再回来这一边。Okay. 所以这一种就是那一个化妆的笔啊，这个是雕过那些针片的笔啊，有各种各样的，我都有时候哦，所以它是有用。哦，夹着的笔，夹哦，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这边、啊、就是夹了一个刀片，对，各式各样的，那可以就是有各种各样可以夹着、哦、这个这些刀片，各种各样的工具，小细节用的东西啦，这些嗯，小细节用的东西 ，OK， 这些色料啊。然后这个是棉花啊，装棉花的啊，啊，然后这些水是一个这叫什么？生理盐水是有时候啊，借眼睛毛嘛，顾客眼睛辣到啊，是、嗯、我们在做这个眼线的时候啊，不小心那个色料会进去一点了、啊，我们就洗了。啊，这还是拿洗那个眼睛毛的啊，易贝了，易贝我们都是有一，当然是比较少。嗯，好，我们镜头转去我们的柏林老师的左手边，就是镜头的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有另外一个工作台，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个有一个小小的那个厨箱、嗯、对，我说我看到这边我又有东西我要拿出来了，我要偷，我要拿出来一个东西，我看到这个，老师来，这个是什么东西？我睫毛来的，这个就是眼睫啊，这是眼睫毛，我们有很多种呢、啊。眼睫毛、这个，我真的觉得很好玩的、啊、这个。很多、哦，我完全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是啊，哦，谢我们的易贝他的啊，这些盒子的不同的款式的毛啊，嗯、这些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牌子啦。啊，老师自己的牌子。嗯、OK， 所以顾客来到就可以选。啊，这个、哦，然后这些很多也是顾客要的，这些我们用了很多很多年了啦。这个尤其是黄色的这个，因为它比较容易，它是树状的，也比较容易剪。你看它都是一束束的，一束束的，这一束束的，它比较容易剪嘛。嗯，是吗 ？OK， 然后我看到这个灯，这个是为什么哈、啊？这是这个是那一种做戏做的 UV 灯会照出来照到像古天乐的吗？是不是那个古天乐灯？我们当然是洗脸啊，借眼睛毛纹绣这些全部都要用到这些灯 哦。纯粹只是要照亮，不然怕老师看不清楚、啊、哦，并不是那一种古天乐灯照了会变成古天乐这样帅帅的变黑了。啊，这个圆的也是。啊，这个是有时候、哦就是、那个照明灯。要拍我们 before after 的顾客啊，嗯，有时候教学的时候啊，我们要录一些视频给一些学生啊，然后不明白的时候，哎呀，老师为什么我做到这样子的、嗯、？OK， 你不明白的话，我录了一遍给你看，你再重新你自己仔细看一下啊。他、哦、比如因为是疫情嘛，我们不能够叫他来啊，他们不明白，他们会问了，我们再录一段给他看，这样子他就清楚了。嗯，观众朋友们，你们应该还记得上个星期在我们的访问，然后柏林老师也有提到，在现在目前这个阶段啊 ，Grace Beauty Therapy Center 有推出一
个另外一个，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啊，那个水雾梅的优惠配套，霍莉老师也有亲自啊上阵、嗯、主持一个 online class 的课程啊，是 Zoom， 我们在 Zoom 那边对。啊，因为这个疫情关系，老师亲自上阵，有 offer 一个最新的这个 Zoom， 用通过这个 virtual 的那个教学方式 ，online 的教学方式啊，给大家来去学习怎么样？当然，我觉得其实美容课程这么说，老师办这一个美容课程，并不只是要训练更多人对美容，主要其实美容应该可以靠自己吧，靠自己，对，每个人都应该趁这个机会学习，是啊，怎么样保养自己。online 的时候可以顺便写多几样啊，手艺的东西啊，对对，在家里啊，不能无所事事，会浪费时间的。是，各位观众朋友们，不管是安哥、安弟，安弟当然要学会保养，学会怎么样去 upgrade 自己啦。安哥当然也可以联络霍林老师，可是不要忘记哦，霍林老师没有随随便便说男顾客的哦。你要讲主持人的名字，没有啦，没有，不是，我是说安哥可以。可以把配套买来送给你太太对，让他们也可以参与老师这样难得，趁现在 MCO 老师比较空闲啊的时候比较有时间，过了 MCO 我觉得可能在 resume 的时候老师就没有这样的时间了老师现在有时间举办这个 online 课程，大家踊跃参加OK， 在那一个我们后面链接，等一下我都会 post 老师之前说的那个 promotion， 水雾梅的 offer 的 package， 还有这一个 online 课程这个网上课程在 Zoom meeting 的那个课程的链接都会在 comment 那边，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联络自己联络管理老师然后我一直刚才一直想要笑，我在想这什么叫笑，这张床我在想这对，有就是老师上个星期有说有顾客可以躺在这边睡着每次他们都睡着哦，是哈，有什么好睡啊？就是，所以我由此可见，我更证明了一件事情，老师，他们一定是真的是对你很有信心，他们真的对你很有信心，很放心，很相信你，他们才会在这边。就是感谢我的顾客啊，那是我的朋友啊，我的顾客，我真的是老朋友了哦，真的是很老朋友，以前到今天他们都很支持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支持，就是很感激的。对你们很感激的，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老师我们也聊了两个星期，老师在现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其实我想和霍林老师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去过美容院，可是我去很多美发院，因为美发院嘛，一定很多美眉洗头了嘛，是可是我自己觉得，其实在这个美容也好，美发也好在这个行业，其实。老师提供的服务并不只是在帮你洗脸也并不只是真的帮你洗头发而已主要他老师提供的服务就是令你舒服观众朋友们不要笑，你不要乱笑，令你舒服并不是你想的那个舒服，是令你心里舒服因为我主持人自己，我一直以来，尤其是这近年进来当然有一些涵养读了一些书，我觉得像老师这样子顾客能令到顾客很安心的进到这一间房间，空间其实不大很简单，当然要很干净也舒服，可是你要让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就这样子躺下来在你面前睡着，你真的要令人很幸福，让人家很相信你所以我一直就觉得，其实一位好的美容师并不只是提供的并不是化妆而已，他同时间还可以治疗你的你的心情，治疗你的心理，他是你最好的朋友，因为你有话你可以跟他讲你跟他分享我们在这个房间已经很多故事了非常非常多的故事，然后我们出这个房间的话我们就把它消化掉这样子了有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聊天跟顾客我们交流啦，交流一些家庭孩子经验种菜种花这些顾客真的是很多知识的，然后我有把我的知识给你，你也把你的知识给我交流这样子这是二十年里面呢收获不少，其实也是收获到很多老朋友真的其实很感恩我这些顾客非常好非常好，我喜欢我其实老师我最想来访问老师，其实除了当然我很想知道多一些美容的知识，其实我特想多的就是想来跟老师八卦
可是我知道不应该，我也知道老师，国内老师一定不会管我，所以我不会问八卦，任何人顾的八卦，顾客的八卦，那个才是我们最想听。可是我没有问。其实为什么呢？对，不过我知道旁边老师一定不会讲。啊，是啊，我们不讲不了这个门就没有老师，没有什么对，可是不行啊。讲真，我真的是很佩服什么老师可以令到顾客这么放心，把整个人交给你在这一边，就在这一个床啊、躺着在你面前，很放心的交给你睡着。哦，真的是用心对他的，真的我们用心对他的，所以才会维持到20年，然后我们。很小心的对待每一个顾客的这个啊，他伤到他讲话什么都要很注意的啊。他伤我们没有关系啊，他伤我们没有关系。现在讲顾客啦，当然是很多一样米养百样人嘛。他们讲话有时候他们想要发泄啊什么的，是 OK， 我们就听。本来以为这个顾客是很凶的，我们这样讲啊，有些顾客本来以为他很凶啊，因为这个顾客心里面想讲话这么大声的哦，哎呀，等下跟别人以为我们在吵架什么东西这样啊。其实你相处到来，他来一次、第二次，你发现他人很好的哦，只是声音比较大一点而已，可是人真的是很好，所以我们有时候看人，我们不要看外表，不要看他声音的大小，这样有时候真的是内心，他的内心真的是很好的。认识到很多种人。对，真的是，老师这么说令我也有一些感慨。对了，我们人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负面啊，每个人对我们各种，尤其是负面，有正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可是只要自己活得开心，自己觉得你在做这对的事情，你 appreciate 就好了。好，OK， 谢谢，真的很非常谢谢国立老师抽空给了我们大概两三个小时，从上一集到现在，其实还有很多时间应酬。国立老师也很随和，我不管我问什么问题，老师都尽量的来答我，而且也没有对主持人有太多过分要求，要这个要那个，没有，老师100%全程配合，真的是很谢谢国立老师。在还没有决定我们接下来的 challenge 是什么之前啊，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还有一两分钟时间啊，如果你们想看想要怎么样错我 ，OK， 你们再选一个你们认为主持人最应该、最值得挑战的东西啊，按 like 最多 like 的那一个，我们接下来一定会抽空来去旅行。OK， 你们的 challenge。OK， 最后，看一下国林老师，还有什么话想要对你的顾客这20多年来一路怎么说？我可以说忠心耿耿支持你的，我觉得不是顾客，那个应该是朋友吧。朋友了，我觉得是他们只要有超过3次，我都当他们真的是死党。我对人我很放在心里面的，只要他是我认识的哈，我真的是我一心一意的哦。不过不要紧，因为现在是人家讲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有些小一辈的都出来开美容院啦、接眼睫毛啦，我不要紧，我的顾客他们喜欢去哪里，我也不会说，这个顾客走哪里去了，那个顾客没有，这是人之常情，我看淡这一个的，就是他们会去到那边是有时候朋友带他去，或者是他亲戚啊，或者是自己女儿也做了嘛，是吧？所以他不见了，可是我还会记得这个顾客，他的名字还在我的档里面，然后有一天他会回来。来找我啊，他会跟我讲，我已经去呢，他还是溜了一圈，他回来还是见我一下这样子的，我已经很感恩了，我真的是很感恩了。在这里我帮 Pauline 老师，我又斗胆，主持人永远都是很大胆的啦，我又斗胆帮 Pauline 老师呼吁一下，我觉得 Pauline 老师也一定会肯的，就是以前的一些朋友没有，以前的一些朋友一些顾客，其实就算像老师说，可能今天你女儿你自己有朋友也在开美容院，也在做眼睫毛，你没有来老师这一边啊，没有上门要老师帮你服务也不要紧，其实你经过还有老师电话的话打个电话，当然 COVID 的时候不可以随便约吃饭啦、可是等疫情比较好、可能经过一下找老师聊一下天、再谈天一下老朋友见面也可以吧、没有问题啊，老师没有问题、就你这样讲一下，我就想到一个我的朋友、也是在前2-3个月去世的前进他在那时候要可能我们都没有想到呢，可是他有上来找我的嘛，我很心痛我很心痛，我的朋友真的是从以前10多年前啊，就是
就是找我服务的啊，管他做眉毛啊，做什么东西都会找我。就是 MCO 的时候，一段时间他没有来找我了嘛，然后他突然间他讲他经过，他来找我，然后我们就聊天喽。那时候我很忙，我在忙，然后他在椅子那边，我很伤心，其实我很伤心的，我现在讲起来我还是很心痛。然后他在椅子那边等很久，我做好了过后，我才有空跟他聊天。然后他讲，我没有事情，我经过了，我想来看一下你们，这样子就聊聊。然后过后他走了，就没有看到他，然后就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他还没有回来看你们一下，你知道？哎呦，我真的是很心痛。我有这样的，有时候我在不好的消息的时候啊，真的是不能够接受的时候啊，这样子。我希望我的顾客、我的朋友啊，好好照顾你们自己，在这一个疫情里面哈，我们大家都是互相知道一下我们的消息哦，好不好？我们在 Facebook 里面呢，多沟通一下，知道你们大家都很好，这样子哈。有空没空大家多多联系，发个简讯，发个 messenger 也好，对大家互相通个讯息啊，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朋友们柏林老师以前的顾客也好，可能你不需要觉得没有不好意思啦，老师就是上来没有怎么讲，没有高官上来和老师谈个天啊，朋友见个面，谈天微信一下也好。在疫情现在的时候，大家都不容易。对，互相珍惜，大家，谢谢大家，注意身体。好，祝大家健康，晚安。